昨晚嗰個咬腰倒升的情況，你覺得是不是一個技術反彈咧？同埋美股今年至今其實走勢麻麻嘅，咁啊道指就至今跌了9%啦，踏入呢個五窮月，英文嚟講就 sell in May。你覺得五月份投資者在美股上應該點部署咧？咁啊咧，始終咧就啊對應翻咧係其他全球嘅股市嚟講咧，美股嗰個表現咧第一季咧就唔係真係好差嘅，咁啊咧所以變咗咧而家係出現咧一啲嘅負面嘅因素嘅時候咧，就咧嗰一個嘅五月嚟講咧個沽壓比較上係犀利一啲咧，呢個咧都傾向係一個嘅預料之內嘅，咁啊即係尤其是咧喺咧科技股嚟講咧，咁啊咧美國就進入咗嗰個加息周期啦，咁我諗咧就咧市場嗰一個焦點去睇嘅時候咧，除咗係嚟緊咧公布嗰個數字咧係加息係幾多幅度之外咧，亦都會留意翻咧鮑威爾嗰一個嘅言論咧，就係話嚟緊嗰個嘅加息嘅步伐會係維持翻係半釐呢一個嘅狀況啦，定還是可能繼續去放鷹嘅時候咧，有機會係咧喺某啲嘅時間咧係會加咧係四分三釐，甚或乎係更高嘅狀況咧。咁呢個咧亦都會成為咗一個嘅焦點咯。咁變咗咧喺呢一個嘅加息週期當中嘅時候咧，科技股咧嗰一個嘅營商環境咧就會比較上係困難啦。喺融資方面嘅成本咧就會增加咗嘅。咁所以咧變咗你話咧喺美股方面嚟講咧，咁就對於咧係咧呢一個嘅科技股咧。可能就暫時如果你話咧揸重倉嘅話咧，咁就傾向一個嘅減持嘅形式會比較上好啲。咁至於你話係揸住一啲嘅即係傳統類型嘅股份嘅，如果你話消費性類型嘅股份咧，傾向上就係一個嘅 高通脹嘅環境之下咧，繼續受惠嘅機會都會比較上係大一啲嘅。咁至於係金融類嘅股份咧，可能都要去睇一睇翻，到底就嚟緊就即係香港時間啦，禮拜四凌晨2點公布咗呢一個嘅加息之後嘅時候咧，咁啊當中會對於嗰一個金融類嘅股份有啲乜嘢嘅走勢嘅變化咧，先至再評估咧，需唔需要咧係咧改變咧嗰一個嘅持倉嘅策略啦。